谁要看你裸体？可我们彼此尊重，就应该坦诚相对。前面就是温泉，水温不够就多煮会儿。有智者事竟成。温泉蛋，温泉蛋。美如，烫，我下去吧。辟邪除秽嘛，烫点对身体好。哎，但好像有变化了，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变沉了。分神了，我就是滑了一下，你傻呀？巫山又来，我只不过想吃个蛋，为什么那么难？哎，就不该有什么情，倒霉，什么情到浓时共赴巫山，简直恶趣味。我要洗澡，你进来干嘛？刚才泡温泉，我们不也在一起？那能一样吗？出去出去！以后我洗澡绝对不许进来啊！你记住没？嗯，记住了。出来的，你给我回去！为什么要回去？你有没有羞耻心啊？谁要看你裸体？可我们彼此尊重，就应该坦诚相对，也证明我们彼此没有武器。没经过别人同意，你就随便裸体，也是武器的一种。